某种程度上电影是公共的，但同时电影又是非常私人的。那个镜头本身它带有一种记忆。来来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，嗯，是这个问题，因为的确不是一时情绪不好，是的确想没法在这个行业里做，空间太小。但是如果我想象连这些窑洞这个院子都拆掉的话，的确我成长的记忆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就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能很难阻挡这个改变，就我们很难阻挡，也只能拍电影把它记录下来。